你是不是天天都在这儿转悠啊？我随叫随到啊。 我爸原来在深圳当民工，出事故了。我奶奶拿着4万块钱把我养大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困在这个空洞洞的房子里。是你让我明白了，人不是因为老了没有希望。 而是因为没有了希望，才变老，才变成空巢老人。